不 transparency，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 reduce 那个 element of manipulation 哦。现在他们跟几家银行拿那个 quotation， 然后他们就 decide what is the rate for the day 啦，它是这样的就机制。OK， 这个就讲现有的机制不够 transparent， 我们不知道他们讲哪一个，为什么一定要三块四，不是四块三块半、三块一、三块二？所以你看到有些银行的 rate 不同的，这个改良的机制呢比较 transparent， 它是跟着 market transaction。而且多少billion transaction 的4.3收到14.4，然后就做一个平均，那它那个market transaction 它的 weight， 然后 derive 那个 index 来做那个 level 咯，这样是比较 transparent 咯。At least 我们知道很多是倾向close to 4.2， 然后不是现在好像是从几个银行拿 quotation 就这样 decide 哦。年前 Clibor 你观察那个案，就是有这些银行去 manipulate 嘛，做内交易啊，来操纵那个的 bank rate 啦，赚一笔啊，就可能就是中行还有配合这个工会，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有透明度、比较可信赖的一个根据来断定我们的那个 spot rate 哦。其实那个 statement 其实它不能够这样草率，它应该有一个 annex 啊 ，annex 协议。将来 decide based on market transaction， 给个 hypothetical example 就好了。对我们市民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啦。因为这些 money changer 它的 rate 它也是竞争的，它也是跟那个商业银行竞争的嘛。所以你去走马看花的话，你就明显的去那个 Maybank 的 teller machine， 然后你去那个两个 teller 那两个 money changer， 你看它的 rate 不是相差很远的，只是相差很远的是在飞机场的。但你看那些 money changer， 他们一定要跟踪。中行定了，他们就是 of course 他们之间也是竞争，他们也是会少一点点，因为他们可能要做 volume 多的话，他们给你比较 attractive， at least 他有大的 volume 啦，购买 volume 啦，你不可以离谱的。